喂喂，大家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大家可以发一下消息，然后帮我验证一下吗？喂喂。喂喂，大家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OK，然后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刚叫了两声。因为太久没有用了，所以而且我现在是在用这个公司的电脑啊，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所以今天的话就稍微有一点，我测试一下。好，那我看到现在是有27位的朋友，然后现在已经进来了，对吧？那因为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吧，我们稍微等一下呀。那我在这里呢，就是也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那我是 Go Markets 的 Alan，然后就是关注我们的朋友们，对吧？应该是多多少少有看到我的一个网课，跟我所在做的一个直播。那我本人呢是从5月开始，然后陆陆续续有站到前线呢来去做这个节目啊。那4个月以来的话，对吧？然后也一直有在跟朋友们接触啊，跟朋友们沟通。对我的一个成长吧，然后是比较大的。那我本人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厚爱跟一个信任。我本人的风格啊，就是看过我节目跟看过我这个来参加过我网课的朋友们，多多少少呢，多多少少是有就是对我一定的风格有对我的风格有一定的了解吧。那我本人呢是比较谨慎的。一般情况下，我是比较谨慎的，我呢也是会比较啰嗦跟强调这个风险一点，所以呢就是从五月开始以来，那我们是看到了到目前为止的话，黄金是有一波比较大的行情，然后另外一个行情呢就是美元的一个下跌嘛，实际上一直走到9月，那包括美国的股市跟咱澳洲的股市吧，都一直有陆陆续续的往上走。那其中比较走的比较猛的一个产品呢，一个是黄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美元一直在下跌，是吧？那我呢是实际上关于黄金，我有一个非常看涨的观点，那我也有表达出来。但是呢，黄金的它的这个波动比较大，这个特性啊，也是我一直在跟朋友们强调的一个原因吧。实际上是从应该是8月的时候，黄金是出现了两波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吧。当黄金走到2080之后啊，然后是出现了两波比较大的一个回调。我个人呢，在第一时间，然后竭尽我所能吧，然后有去告诫跟提醒，然后我的这些朋友们，那有的朋友呢，就是是有，就是然后通过减仓，对吧？然后跟这个止盈的方式来把这个利润，然后是放进口袋里边。那另外呢，可能还有朋友啊，就是可能是我提醒不够，然后再就是呢，朋友就是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个重视。所以呢，是产生了一定的，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影响。所以黄金呢，就是直到现在吧，黄金还是不稳的。那关于黄金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波动可能还是会继续。
继续有波动的，现在呢，我不建议大家去抄底黄金的现货。但是黄金股的话呢，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还没有上车的朋友，对吧，可以选择进行一个黄金股的建仓。那已经有黄金股的朋友呢，现在在我个人看来，那黄金的基本面是没有变更的，所以呢，大家呢还是怎么说，再多一点信心跟多一点耐心。我相信黄金呢，黄金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情的，所以呢还是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那关于另外的一个产品，就是股市嘛，对吧？股市最近是波动是比较大一点的。那我个人是觉得美股应该是会在11月初，然后美国大选之前呢，是会从高位进行一个比较10%也好，对吧，或者20%也好，会进行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这个调整呢，我是觉得是正常的一个调整，对吧？因为是美股它这个上涨是非常大的嘛。那包括我们澳股多多少少也是有上涨的，这个调整跟一个波动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些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机会来的。好，那我现在啊，就是本来原定8点的网课，然后我呢是通过5分钟这样的时间跟就是提前进入到网课的朋友们来打一个招呼。那到现在已经是8点5分了，我正式开始我今天网课的内容啊。那我们往下走，那大家呢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大家看到现在的看到的这个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风险提示。那这样的一个风险提示呢，然后就是我们讲说今天晚上所有的观点跟看法吧，都是一般性的一个建议。那我个人的所有对于具体的股票跟具体金融产品的一个观点呢，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那大家在采取行动之前呢，需要根据自己的财务情况来做一个自己来拿决定这样的一个操作，好吧？那我们往下。那熟悉我们的朋友呢，应该知道我们公司这边的资金呢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资金跟我们公司的正常运营，对吧，然后是隔离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公司啊将不会用到客户的资金来进行公司的一个操作。那这些呢，这一点呢之所以需要强调呢，是对我们就是新刚刚关注我们没有多久，或者是对我们没有那么多了解的朋友们进行了一个声明。那今天晚上的主题啊是大概是有3块内容啊。那第一块就是我会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的 A 股，我们的中国 A 股的市场。那第二块我们会谈到美股。那第三块呢，然后我们回归到本质，对吧，回归到本质呢来谈一下我们的澳股。那前45分钟呢将会是一个我来作答，我来讲。那后15分钟呢，就是朋友们可以通过留言提问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互动，好吧？那我们现在往下走。那刚刚开始呢我这边呢就对，然后对吧，然后跟大家呢简单介绍一个股市非常适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道理啊。那这个道理呢，就是说是大道至简长期复利股的3种模式啊。那关于股票这三种是公司稳赚不赔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盈利模式来的。那第一个呢就说是药不能停啊。那第二个呢就说是坐地收租。第三个呢就是说胜者为王。那大家看到呢就说是这个药不能停呢，他举的一个我这里为大家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美国的制药公司吉利德。那他这家公司呢就是怎么说制药公司来的。那吉利德这家公司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多少少的一些报道，吉利德是美国来进行一个生产这个新冠疫苗非常大的一家公司来的。那美国感觉就是美国啊，美国制造出这个疫苗来，对吧，
然后它的快慢是很大程度上我认为是取决于吉利德公司的进展的。那关于吉利德公司的股票呢，大家呢如果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对吧，是可以完全是可以选择来进行一个配置的。那关于吉利德这家公司呢，非常有趣的一点呢，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做甲肝呢，甲肝关于甲肝这个药品的公司来起家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药品呢是太优秀了，结果把很多的这个甲肝患者呀都治好了。也就是说呢，大家当治好了这个甲肝的疾病之后呢，大家就不会再继续购买这个药物了嘛，对吧？那当时啊，当时是对吉利德公司形成一个没有形成一个利空股价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但是吉利德公司呢，然后迅速调转枪口，它将更多的科研跟资金呢投入到艾滋病的这样的一个研发跟艾滋病的一个药物生产吧。因为就目前来说，对吧，艾滋病是至今我们人类尚未攻克的一种疾病嘛，所以说只要有这个病啊，不幸得到患上这种病的患者呢，他是一直会服用他的这个疾病来的。那这个呢是看起来是有一点残酷的一个真相，但是呢只是因为今天呢我们讲到股票的三种模式嘛，所以呢我在这里将吉利德公司，对吧，然后来做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那实际上对标吉利德公司，我们澳洲的朋友们，对吧，那就是 CSL 了。而且呢关注 A 股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所以应该是从三年前呢，最近三年开始，中国的医药股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资金过早，人家怎么说，人家先知先觉嘛，人家已经冲进来进行一个布局了。那讲完第一个药不能停呢，第二个呢就说是坐地收租，对吧？那坐地收租呢，就是说还是以举 A 股的例子吧，就是长江电力吧。长江电力这家公司的股价大家也可以拉出来，是非常牛的。这家公司也非常的具有实力，他前几年跟近年吧，包括他在做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将整个长江的上游、中游跟下游所有的发电站跟所有的电力设备啊，它是在一一购买，一一进行了一个布局啊。也就是说，只要你用到从长江发出来的电，对吧，你就是要跟我长江电力公司买，或者是你来租。也就是说啊，它是一个收租婆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这种公司呢，对吧，我们看如果单看一个短期，它可能利润报表啊不如科技公司那么耀眼，那么光彩照人。但是大家要想到它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收租跟一个盈利模式来的，这种模式不可限量啊。那这个讲到这个坐地收租呢，对吧，那如果对标到我们澳大利亚这边的话，那所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对吧，可以大家可以讲这个机场啊，机场实际上也是坐地收租这样一个模式公司的一个代表来的。那也就是说悉尼机场啊，对吧，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悉尼机场。那悉尼机场呢，我们团队实际上是最近三个月跟最近半年吧，也有陆陆续续的然后去写报告，然后也有呢向我们大家进行一个推荐。那悉尼机场这个股票呢，它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国运紧密相连的一个股票，它呢是澳洲优质资产来的。如果大家可以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配置，对吧，那悉尼机场是绝对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那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胜者为王。那胜者为王呢，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呢，就说是格力电器啊。因为白色家电吧，不好意思，我是最近就是开始有花粉症的反应，所以刚刚有打到喷嚏，各位朋友不好意思。那第三个就是讲说胜者为王的这个模式。那胜者为王呢，我这里举了一个代表，就说是格力电器。因为白色家电呢，在过去十年吧，从2010年开始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中国的社会还一直在往上走嘛，对吧？然后从大家从最早的这个
造拖鞋、造打火机赚钱，对吧？已经过渡到了去做这个白色家电，对吧？然后去白色家电这样一个更高级的一个制造了。那现在呢，在这个白色家电的代表当中啊，不管是海尔也好，对吧，还是说是格力，那格力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是非常强的，也是非常牛的。那前期呢，前期实际上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看到很多机构啊，很多资金已经冲进去做一个布局了。那短期，对吧，中国的 A 股啊可能是会有波动的，但是格力电器我认为啊，如果说大家认可中国的 A 股，认可这个格力电器啊，大家可以找机会上车啊，好吧？那这三个啊，这三个是我们选股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逻辑吧，大家呢可以就是参考一下，那或者是呢去找一点这个对标的公司，不管是这个公司呢是在 A 股当中，还是在美股，还是在澳股啊，我们是都可以找到对标公司来的。那大家呢可以就是记一下这个。好，那我们往下走。那很多啊，很多呢，我们上来第一个主角，对吧？我刚刚有讲说是 A 股嘛，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讲到今天的第一位主角。那很多啊，实际上关于这张 PPT 啊，实际上这张 PPT 在之前的直播当中我是有做一个分享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很多参与到 A 股当中的朋友都会问 A 股真的是赚钱吗？因为我个人是在赔钱的。那但是呢，但是我拿到中泰证券研究所这张，对吧，这张数据统计做出来的图之后啊，我认为 A 股绝对是可以赚钱的。那这张图大家现在看的这张图是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对吧，那大概15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这条红色的线呢，这条红色的线是中国 A 股当中的核心50股它的一个价格走势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虽然说是没有像，对吧，没有说是完全一个45度角，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从2006年开始的话到现在，基本上也是一个朝着对角线方向上涨这样的一个行情来的，对吧。那但是上证指数我们的大盘，对吧，还是一个样子，对吧，一直是趴在那里，一直是趴在地板上。那讲到这里呢，我跟大家，对吧，我跟大家参与到 A 股当中的这些朋友们，我的一个叮嘱就是说，关于 A 股啊，大家呢一定要去，还是去买这个蓝筹，以这个蓝筹，对吧，然后先确定它是一个大盘股，然后大家呢就是选择在大盘股里边再进行一个板块的一个区分，对吧。大家呢可以，如果说我就相信呢，我就说如果说大家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投资的话，如果大家选中这个比较大的一个蓝筹啊，除了像这个什么钢铁板块，对吧，这点有点就是稍微夕阳的，实际上都是可以上涨的。那关于这个 A 股的参与的朋友，我一直想说的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讲说，对吧，我什么什么朋友推荐了这个股票，对吧，我听谁谁说，对吧，然后推荐了这个股票，所以我要上来。这种啊是大家可能要做一个杜绝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思考，对吧。怕的就是呢 A 股当中什么火我去追什么，结果我追在山顶上，或者是说什么朋友告诉我，对吧，这个股票能涨，结果我进去了。如果这位朋友不是那种非常高的一个高管或者一个内部人士，大家呢就是还是听一下，对吧，大家只是听一下这个样子，不要说就是贸然的杀进去，这样子呢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账户，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资金是不负责任的，好吧。好，那我们往下走。那这里呢就是跟大家讲的，因为之前我跟 Jackie 应该是做过三期节目都有陆陆续续的提供我们关于 A 股的一个观点。那关于 A 股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个人一直在讲说啊，一直讲说国内的一个流动性，对吧，我们中国的央行放出来的流动性是非常充足的，但是呢那个只是一方面来的。那现在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啊，是经济学人杂志然后做的一个数据，根据一个数据然后做出来的一个图。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从2014年开始涌入到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跟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当中外资的
一个资金数量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增长也是非常惊人的，对吧？短短的这个六年七年时间，我们看到外资啊是在对中国的这个债券跟中国的这个 A 股是在进行一个怎么说呢？是在进行一个入场跟一个布局的。我们讲说世界是纷纷扰扰的，对吧？你不管奥巴马也好，还是特朗普也好，或者是你外边的你这个经济学家，对吧？不管是来自欧洲，还是来自美国，还是来自澳大利亚，大家都讲说你中国是迟早要崩盘的，对吧？你中国迟早要崩盘的，你中国的经济迟早要这个，迟早要那个的。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排除一定的干扰啊。中国对吧？中国不好，或者是中国要崩溃，中国要这个样子，中国要那个样子。实际上是从1991年苏联对吧？我们的老大哥苏联崩溃掉之后，这种言论已经甚嚣尘上了。那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时候，对吧？那中国呢，自从加入了 WTO，对吧？加入了 WTO，然后中国的经济从2000年左右，然后呈现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对吧？一直高速增长，连续高速增长到10年，一直到2007年、2008年的时候，对吧？因为金融海啸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呢出现了一点点的波折。那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不喊你是，对吧？你要崩溃了，他已经讲说你这个经济，对吧？然后你泡沫太多，你印钱太多，你不符合任何的一个经济规律，对吧？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不行，总之就是不行嘛。那但是中国已经用近20年这样的一个事实，对吧？已经证明了中国的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那说到这个经济体呢，说到这个 GDP，大家呢就是还有一个还要注意一下一个非常有趣的言论呢。2010年之前，对吧？因为世界上你看任何的一个经济学家也好，或者任何的一个分析师也好，他们的言论都是以这个 GDP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来去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2010年之后啊，基本上所有的西方的这些经济学家、这些分析师都会讲到GDP 这个数据不重要，因为你这个 GDP 对吧？然后这个不科学，那个不合理，总之就是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是中国的 GDP 在2010年的时候超过了日本，超过了欧盟，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也就是说，当你中国的 GDP 在做一个追赶者的时候，这帮人一直在告诉你，对吧？GDP 很重要。但是当我们中国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之后，他们这帮人呢，立马变换一副嘴脸，然后来讲说 GDP 对吧？然后只是一个非常虚的一个数字啊。大家呢就还是排除一点噪音，增加一点理智思考。所以这里呢，我讲说嘴上说不要，但是身体很诚实啊。因为这些外资啊是在对中国的市场进行一个布局，进行一个抄底来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走。那这张图是我从这边就是今天在盘内的时候，然后刚拉的一个中国的 A50 指数的一个走势图。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中国 China 50啊，就是 A50 啊，这个指数呢是新加坡的公司然后来做出来的一个指数，它呢是采取我们 A 股大盘当中前50家公司，对吧？然后来走出来的一个做出来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产品呢，对于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到 A 股的朋友，这个指数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参与到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产品。那我们 Go Markets 呢也是有这个产品来的，也是有这个产品，而且呢还是一个期货，也就是说大家买入它，对吧？是没有仓期的。大家呢如果说有分红，大家可以拿分红，这个呢是值得大家一个密切关注的，好吧？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从7月开始，这个 A50 指数一直是在高位做一个盘整。那我们继续往下。那就是讲到 A 股，那我这边呢，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艾伦的个人观点是没有变的，那就是将来呀，最好的价值投资啊是在我们 A 股的。那现在的行情啊是政策的一个驱动，是因为这个美国、欧洲跟日本，对吧？然后这些大的经济体，他们的央行利率太低了，资金呢，然后
怎么说，在追求收益或者追求一个套息，所以呢这些资金呢是进行了一个扎堆港币，扎堆到香港的股市，扎堆到我们人民币当中，扎堆到中国的债券市场，扎堆到中国的股市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从三月开始吧，我们看到 A 股这一波行情呢，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呢。那关于我们这个 A50 的指数呢，我一直讲说往下看的话，15000点跟14650点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这两个关键价位吧，值得大家关注。那如果往上的话呢，是15800跟16000这两个价位呢，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我们 A 股的大盘是3500点，3500点呢，可能会是一个中期我们 A 股大盘上方的一个阻力线。哎，我们往下，那这里呢，就是快速跟大家过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几个时事热点。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中国跟印度是吧，在上周的时候呢，有在莫斯科对吧，然后去举行一个会谈呢。但是从双方的表态啊，之后的表态来说，那中国的就中印双方呢，应该是没有谈好的，所以说呢，可以讲说是不欢而散。所以呢，两个国家呢，继续在这个中印边境对吧，然后继续是剑拔弩张的一个事态。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英国已经已经表态过了，他们将会在明年的时候啊，将英国的一个航母啊开埠到我们的南海区域。那第三个呢，就是说上周的时候，我们的外长对吧，然后有进行一个欧洲之行啊。那但是呢，这个欧洲之行进行的应该是并不愉快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捷克对吧，然后在这个东欧这个捷克这样的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对方的一个高管呢，然后对我们进行了一个言语上的一个攻击跟挑衅。那实际上我们中国这边呢，应该进行一个动作，就说是去欧洲找朋友嘛，找这样的一个伙伴，找这样的争取这样的一个伙伴。因为中国接下来跟美国这样关系啊，应该是已经比较确认了，是没有那么好的。去欧洲呢，就是找朋友，但是呢，到目前来讲，对吧？形势跟挑战还是比较大、比较严峻的。那第四个呢，就是说今天早上我在我工作的微信号也有分享这个消息。也就是说周一的时候啊，对吧，中国的恒大它进行一个全国楼盘的7折促销啊。那之所以说到这里呢，实际上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中国的这个楼市啊，真的是这几年呢、啊、陆陆续续走到一个拐点了吧，走到一个拐点了。因为楼市作为一个蓄水池对吧，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财富最大的一个聚集地，中国的楼市是不会出现一个系统性或者特别大的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这边对于这个楼市的控制也是非常严格的。那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恒大对吧，然后7折促销，我想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原因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又跟我们澳大利亚紧密相关了，也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 ABC 跟 Finance Review 的两个记者吧，然后刚刚呢是被取消了驻华采访资格，应该是9月7号还是9月8号的时候，他们已经踏上了回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条路，对吧？也就是说中澳关系真的也是在一个下降通道的，好吧？那我们往下看，就是还是讲这个印度啊，讲印度的时候，我实际上周末的时候看到，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个印度啊，真的我们有时候就是理解不了它嘛？对吧？因为印度实际上是西方这几年这么多年一直在叫嚷，对吧？一直在吹捧他们，一直讲说中国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成就，你们印度更何况是你们印度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好像中国跟印度好像差的应该不是一点半点儿，对吧？那印度这边我们看到他很多所作所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他。我周末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关于印度的一个资料，对吧？我看到说我们跟印度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看到印度的一个价值观呢，他们讲说是修行齐家，然后出家，最后是无家呀。那我们中国嘛，我们中国很简单，我们中国这么多年一直是以这个儒家嘛，对吧？然后受到他们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那结果我们看回印度，对吧？他们结果最后是追求一个出家的无家的一个境界。那你跟这样的一个人，对吧？可以讲说完全是不一样世界的。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如果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印度的一些所作所为，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对吧？那我们中印关系确实也非常大挑战。我今天看到一个数据讲说，印度的这个一天呢，一天新冠感染人数已经来到了90,000左右啊。好吧，那我们往下看。哎，大家看到的这个呢，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有往下走，这个呢是为美股来的，讲到美股。那我这里呢就讲出来为什么说是九月的时候要叫醒我啊。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啊，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图呢，就是说从这个1964年到2015年，通过一个大数据然后做出来的一个图表。也就是说美股的标普500啊，在九月份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一般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那实际上从上周四开始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纳斯达克，对吧？然后是出现了一天是调整1000点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啊，不跌则已，一跌呢是比较惊人的。那讲到这个纳斯达克啊，我一位同事呢是运气是比较背的。他呢是在纳斯达克11000点的时候开始建立空仓，一直建到呢是11500点之后，他呢是每次，对吧，建两张这个样子，那一直呢是止损的是设在了12000点，那结果标普，对吧，然后纳斯达克一直在往上走，等走到这个12000的时候他是止损掉了，但是呢他又在12500的时候他挂了一个重仓的一个空单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纳斯达克在周三晚上，在周四的时候啊，最高点的时候是冲到了大概是12470啊，对吧？结果呢就没有让他这个重仓的空单成交啊。所以我们讲说，对吧，真的是需要一点运气来的。那我们往下看，那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啊，就是标普500，还是标普500做到的这个，那红线的这个位置呢，红线的这个位置就是讲说统计出来从两千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这21年的时间，大家看到这个红柱子啊，大家看到红柱子的时候呢，红柱子是对应到下边，对吧？我们讲说我们这些散户冲进去买股票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量，对吧？那从2000年开始，这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对吧，一直到大跌之前应该是第六次了，我们可以看到散户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每一次散户冲的特别猛的时候啊，那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股市投资者来说啊，这可能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信号啊。当然了，我本人我也是一个散户，对吧？只是我讲说呢，就是说当出现全民疯狂全民炒股的时候呢，大家呢这个时候啊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这实际上关于这个菜市场阿姨，对吧？当我们有时候买菜听到菜市场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菜市场的这些80后90后们，对吧，他们在谈论股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讲说，哎，这个股票市场真的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对吧，大家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讲说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就是别人贪婪，对吧，别人贪婪然后我谨慎，别人谨慎，对吧，我贪婪嘛。那当大家都在谈论股票的时候呢，对吧，也是大家就说是要稍微谨慎一点的时候。那关于纳斯达克上周的一个大跌啊，是吧，大家可能陆陆续续听到各种各样的分析跟各种各样的说法。那我本人呢是看到了很多数据，然后听到了很多故事，结合我自己的一个知识吧。那关于这里呢，我是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说法的，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听到的，就是说孙正义啊，软银的孙正义是在8月的时候是买入了400亿的看涨期权的。那卖给孙正义的这些卖出看涨期权的人呢，是为了对冲自己的一个风险，他们呢会在股票市场当中啊买入五大龙头的科技股来进行这样一个对冲。那直到大跌之前呢，纳斯达克指数在8月的时候继续上涨啊，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卖出看涨期权
的人，对吧？然后一直要买入这些科技公司的股票，然后来推动的从八月开始的这波上涨啊，这是我的一个说法呀。那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来去证明这个说法，所以呢，大家就说是听一下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那讲到这个美国的股市啊，讲到美国的股市呢，就是说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对吧？然后2020年11月份、十月初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政治事件就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啊，也就是川普跟拜登的一个角逐啊，对吧？那直到就是上周末的时候呢，这边呢做的这个民调显示，拜登的这个获胜率吧，是在一个大概是支持率大概是在一个50.2%，川普这边呢大概是在50%左右啊。那实际上这两个角逐啊，这两个竞争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到现在如果我们判断的话，对吧，鹿死谁手真的是非常难说的。那讲到这个政治事件呢，也就是说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从这个九月开始吧，从九月开始，这个资金呢为了要去一个避险，或者这个资金要做一点准备，对吧，可能一直要到这个大选前后啊，美股的这个波动啊可能是会比较大的。那我刚刚开头的时候我也讲过，波动并不一定是坏事的，因为我个人预计啊，在大选之后呢，美股将会继续走出一个新高啊。所以呢，如果说是有波动，对吧，如果说价格真的足够好，我们美股跟澳股当中的投资者啊是可以上车的。那这个时候呢，对吧，大家如果说是懂的话，如果比较懂行啊，或者是比较有非常多的经验，大家可以密切关注。那如果说大家呢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经验或者没有那么多知识呢，大家可以联系我们 Go Markets 跟我们一起，对吧，我们提供我们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可以跟大家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机遇跟风险面前呢一起，对吧，一起可以抓住这一个机会。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大家看到这个图呢，就是我之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个人是在上周的时候，然后有冲进去，然后做空一点欧元呢，因为我觉得首先呢，这个美元是下跌，美元的熊市呢是可能是会到来的，但是美元这个跌法呀，是从三月开始，对吧，一直到上周的时候，美元指数是有跌到从103一直跌到了这个92附近呢。我觉得就是美国美元指数可以是下跌的，但是呢这个跌幅啊是太猛了，我个人认为啊，它可能在真正开始牛市之前呢还是会往上冲一波的。那这个是一个判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看到了欧洲的这个第二波疫情啊真的是非常猛的。它的第二波疫情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个呢应该是星期六的时候法国的一个数据啊，那第二波的疫情呢是超过了第一波的。所以啊大家就说，对吧，欧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有一个空仓欧元对美元，我是看空了一点点。那我们往下看就说到我们澳洲了。那说到我们澳洲呢，就是说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是从上周的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我们澳大利亚一位经济学家做出来的一个模型啊，做出一个澳洲房价的一个模型。那实际上就是最近半年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关于澳洲房价的一个报道啊，那其中四大银行呢也已经是陆陆续续的表达了他们自己对于房价的一个观点。那关于这些报道与银行的观点呢，除去结论之外啊，我们大家其实还可以这样子考虑。那银行是最不愿意房价下跌的一方来的。那银行之所以说是站出来告诉我们他们对于房价走势的一个判断，那为什么呢？那原因是什么呢？在我艾伦个人看来呀，我个人认为是银行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实际上是在通过他们的声音，利用他们的一个权威，对吧，来对我们澳大利亚的大家呀进行一个预期上的管理呀。也就是说你这个房价，澳洲的房价下跌嘛，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了。而且呢我银行这边也是希望大家知道，对吧，下跌是一个正常的，大家呢千万不要出现一个恐慌性的违约，大规模的一个违约或者是抛售。那只要你不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违约，就是还房贷的我们不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违约，大家不进行一个恐慌性的抛售，澳洲的房市下跌或者调整
是一个比较正常的。那从现在呢，现在我拿到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讲说现在咱们全澳大利亚所有的房贷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呢，大概是在一个10000亿左右啊。那从第二季度开始呢，我看到我们这个银行的一个存款呢，是从一个20亿澳元，大概是涨到了40亿澳元这样的一个存款。因为大家就是因为对未来有一个不确定性嘛，对吧？因为很多人去申请了这个延后6个月，对吧？不管你是房贷还是生意贷款，我申请了一个6个月的一个房贷的一个减缓。贷款的一个滞后吧，一个延后6个月，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现金储备啊，是跟这个情况是一个正比例关系的。那延后支付贷款的金额呢，大概是一个2500亿这样的一个规模啊。但是说从这个本周开始吧，大概是90万份贷款当中的45万份贷款呢，银行呢是会将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来的，将会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那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讲说我们澳洲的这个监管机构啊，要求这个四大银行啊站出来去购买大概一个规模2400亿的一个政府债券。因为政府啊，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这个澳洲的州政府跟我们澳洲的政府呢，他们的赤字是比较严重的。那为了让这些政府跟州政府可以拿到更加低廉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对吧？他们呢是选择让银行去来购买债券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啊，澳洲啊是继续在宽松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继续往下走，对吧？讲完这个房价，实际上我不是很爱讲这个房价的，因为我讲说从5月我出来之后啊，我爱人一直在强调风险，我爱人一直在讲说一些不好的消息啊，我怕影响，对吧？因为你报好消息，对吧？那谁都愿意去跟大家说，哎，股票涨了呀，对吧？或者说是房价又涨了呀，大家又躺着赚钱了，对吧？那这是个好消息，大家都愿意讲。结果我发现，对吧，我有时候老站出来讲这个风险，或者讲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消息，会影响到大家对我个人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印象吧。我怕影响到我自己，我刚刚包括陈述的一个事实也好，或者数据也好，这个呢都是一个事实啊，就是不掺，没有，暂时没有添加我个人的一个判断。那大家看到呢，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现在看到一个 PPT，就说我们澳股当中有什么选择呢？那第一个呢，就说是我讲说就是分三个情况嘛，对吧？三个情况。那第一个呢，就是好日子的时候，那也就是说从2000年开始，对吧？一直到2015年前后吧，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一个高速增长，所以那个时候啊，真的是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一个黄金时候吧。那个时候好时候的时候，对吧？矿业、银行跟科技股都是非常好的。那2015年以后，实际上那因为我们澳洲的一个奶粉股啊，对吧，食品股，还有我们澳洲刚刚崛起的这个 CSL 医疗股，还有几个科技股啊，也是不错的。因为2015年开始啊，虽然日子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呢，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还是在的。对吧？那科技股方面呢，那以苹果、以纳斯达克这些为代表的科技股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它的一个赚钱能力，所以这个呢也是大家也是怎么说密切相关的。那坏日子的时候大家可能要考虑基建板块、医疗板块还有这个电信板块，对吧？那这三个呢可能说是帮助大家然后再完成一个防御型的。那矿业、银行跟科技呢有点更像是一个进攻型的一个组合。那当，对吧，情况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糕的时候，或者是说，对吧，那常年值得大家拥有的时候呢，这个消费板块可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最近我看这个 Jackie，对吧，然后一直有现在跟大家推荐这个红酒嘛，推荐这个红酒 TWE。 实际上关于 TWE 因为政治因素的这个存在，所以啊，我个人是对它持一个观望态度来的。那我个人也暂时呢也是没有一个抄底的打算。那基建板块的话，那我会推荐现在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有一家叫 BLD，
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好吧？基建板块 BLD， 还有一个是这个 LLC， 大家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LLC 呢，我们团队有进行一个股评报告的一个完成，那也呢也有向我们大家推荐。那 BLD 这家公司呢，我自己看过，它确实是不错的。另外一家还有是 CIM 啊。CIM 也还是可以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一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 WES， 就是我们的这个 West Pharma， 对吧？它呢也是非常大非常好的一个公司，而且它好的地方是什么？它还非常的全面，就是矿业呀，对吧？然后基建啊，物流啊，这东西它都有，它是非常好的。那医疗板块的话，那就是 CSL 嘛，对吧？那电竞股的话，那就是 TLS，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 Telstra。那这个股票呢，就是我个人一直在推荐的。我个人呢也是有在这个2.8，然后我去挂一个单，我有试图去买呀。我不确定我能不能买到它，但是我是在这里然后挂了一个单，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真的是可以到2.8，价格将会非常好。2.9到3块钱呢，这样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来的，比较大的一个阻力，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可以在这个区间买到 Telstra 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价格。那矿业股的话，对吧？矿业股的话，那像 BHP， 对吧？像 FMG， 那另外我推荐的两个比较小众一点的这个股，这个矿业股也是非常好的选择。那银行股的话，现在买银行股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说银行股的派息分红还不错。对吧？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要在四大银行里面选的话 ，CBA 啊 ，CBA 可能还是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科技股的话，我个人是在盯着这个 APX， 对吧？我个人因为我判断，美股当中纳斯达克还没有跌完呢，所以 APX 呢，我会选择观望。那参与到我们网课当中，朋友，大家可以看到，我本人并没有将具体的股票放到里边，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自从5月我出来之后啊，陆陆续续来添加我微信的，我统计了一下是有294位朋友啊。那294位朋友当中呢，有4位竟然是同行啊。那这4位同行当中啊，我知道的是有4位同行啊。那这4位同行当中呢，有1位，对吧？然后是加了我之后呢，是一直在对我的这个朋友圈呢所发出来的一些观点跟推荐的一个股票，直接就是复制粘贴，或者直接做一个截屏然后发出来。那因为这个情况啊，对吧？所以我今天呢推荐股票的时候，我并没有将我的这个具体推荐的股票然后放到这个屏幕当中，希望大家稍微理解一下，好吧？那我们往下走。这里呢，就是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下我非常喜欢的乔治·索罗斯他讲的一句话：经济史呢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啊。那要想获得财富呢，做法就是认清其假象，投入到其中，然后呢，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之所以为什么要再次分享呢？是因为啊，最近不止一位朋友来跟我 Alan 呢进行交流探讨的时候讲说，对吧？为什么现在这个经济跟股票的这个走势分歧可以这么大，对吧？那我因为啊讲说，因为大家谁都知道，股市当中这个钱呢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大家继续在股票市场当中空转嘛。那但是呢，大家就不需要非要去纠结于，对吧？那它是不是泡沫还是怎么样？那哪怕是它泡沫，如果真是它是一个上涨的泡沫或者是在增大的泡沫，大家加入到其中，对吧？然后可以完成一个财富的增长，这样子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那我站出来讲说，我要一直讲说我个人的一个价值啊，对吧？我一直讲说我个人的一个价值，因为从来我讲说我个人，对吧？然后是比较保守的。我个人呢是怎么说，从2016年开始，我自己有投入到这个 A 股跟这个澳股的一个投资当中，对吧？我自己呢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跟经历，还有阅历，还有观点跟看法呢，可以为大家起到这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啊。那或者说提醒提示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吧？那大家看到第一个呢，就是我观点的看法。因为针对很多朋友，他们可能说是
这些朋友们可能讲说，我投资经验我非常的多，对吧？我非常的丰富。那我艾伦可能讲说，我艾伦，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有在做一些投资。那从五月开始的，我也有很多站出来讲说，发表一些对于产品跟市场的一些观点看法。我个人还一直认为我自己对市场的这个观察跟理解还是有独到之处的。那希望呢，希望可以对我们这些投资经验非常丰富的朋友，对吧？我可以提到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观点或者一些提醒，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所在。那如果说啊，对于大家对吧，杀入到其市场当中做一些投资的朋友，我希望可以像这个熊孩子一样啊，对吧？可以给大家起到一个风险提示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本人是比较保守的，我本人到目前为止，对吧？我当然我也不说一直保守，我本人赚的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我赚的最大的两笔钱，第一笔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杀入到比特币，对吧？在上涨的时候带动的一个做这个 ICO，对吧？代币发行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股票当中，我是杀入到其中当中，我是用了一个非常大的资金量，实现了一个资金比较大的一个翻倍，那个是我做投资以来赚的最第一桶金吧。第一桶金，那第二笔赚的钱呢，赚的非常大的，就是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时候，我呢是做空了这个澳洲的股指，然后呢在3月的时候，我又有进行一个抄底美指，对吧？这样子一个投资，那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这一笔投资呢，是我做的一个，就是我第二笔获利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资金，但是平时啊，我是比较小心谨慎的。如果说大家想做一个资产的保值，对吧？或者是大家呢经验没有那么多，想做一个投资，我可能会像这个熊孩子一样，一直会对我的朋友，对吧，进行一个风险提示，大家走慢一点，大家走慢一点。这个是我 Allen 价值所在的。我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这个我的价值仍然是在这里。那大家呢是可以说，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了。那我再往下走。再往下走，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联系方式，跟我公司的同事，跟我们公司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可以通过添加我工作微信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来对我就是怎么说，大家可以进行一个交流探讨也好啊，或者是关于一些产品的分析讨论，或者是大家呢对吧，然后经验沟通或者询问，这都是可以的。或者是呢，大家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助手，那我们的小助手这边呢，就是也是我们专业的、非常专业的一个我们团队的一个团队的队员，他呢也将会通过他的一些精心照顾啊，他的一些知识啊，然后为大家解疑答惑吧。那这底下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微信公众号，那我们呢也会就是每天都会有新的内容沟通啊，更新。周一到周五的话，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日更嘛。那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现在我是没有问这个后台了，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做了大概这5年时间，应该几万人是有了，陆陆续续几万人是有了。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到最后啊，因为我这边呢再稍微啰嗦一点了，稍微啰嗦一点。那我知道今天呢，我个人啊关于市场的观点是没有变的，那这就是接下来在1到3年的时间，就是2020、2021和2022。我相信呢，我们这些生活，我们日常生活的人吧，还有我们这些投入到股票市场也好，或者是黄金，对吧，或者原油，或者什么其他投资类商品呢，我们将会见到人类经济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段时间的。那因为史无前例的行情啊，这段行情我相信是非常大的。那但是呢，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行情，大家呢也一定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市场的行情将会非常波动的。那关于黄金，我认为啊，我刚刚实际上在开头的时候，我有表达过这样子的观点，黄金的基本面是没有变的，但是对于一个1920的一个黄金呢，我观察到它是没有走稳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去做多黄金期货的话，黄金期货、黄金现货，对吧？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说是尽量先不要。如果说大家要参与的话，大家一定要控制自己的风险。大家现在可以用一个比较小的仓位，我个人呢是在1900以下，对吧？某一个价位我是有挂单的。如果大家就是想
想知道对吧？具体价位是多少？大家可以来问我一下，因为我真的是被那几个同行搞怕了，好吧？那关于美股跟澳股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美股一直到大选之前会比较大的一个波动，而且从上周四开始，美股出现以纳斯达克为首，以纳斯达克为首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荡。我现在来说美股啊，美股它的没有走稳的。我可能觉得美股的波动还将会继续的。那对于我们澳股的好消息呢，澳股的投资的好消息就是说，没好消息啊，先说坏消息再说好消息。坏消息就是呢，如果美股波动对吧，我们澳股也是会有波动的。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上周美股波动的时候，我们澳股啊它的波动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减弱，也就是说美股那边波动大，我们澳股呢波动小，这个呢是一个好消息来了。所以说呢，我对于直接参与到澳股当中的朋友啊，大家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啊适时的建仓啊，因为美股将会走出新高，所以我相信呢，我们澳股因为已经走到6100-6200了嘛，澳股接下来一段时间走到6500，走到7000，对吧？甚至是走到这个7500-8000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大家呢要选对板块，选对股票，好吧，或者做好这样子的一个心理预期，对吧？或者是怎么样，大家呢可以加我们一下，对吧？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成为历史见证者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成为历史的一个受益者啊。讲到这里，我最后再扔一个彩蛋出来，我再推荐三只股票啊，大家呢可以默默的记一下，默默的听一下。第一只股票呢，它的一个代码就是 FMG， 对吧 ？F 呢，就是 MMFG，M 呢就是 for Mike，F 呢 for Frank，G 呢 for George， 好吧？那第二个呢就是 LLC， 那这个呢股票我刚刚有讲过，就是 Double L 然后一个 C，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SYD 了。SYD 了，那另外两只矿业股呢，大家也可以啊，另外三只矿业股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第一个呢就是 PLS， 第二个呢就是 GXY，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 LYC。那最后三个这个矿业股啊，我个人呢因为在之前的网课我有推荐过，所以呢就是应该大家不是第一次听到，好吧？那到现在为止哈，那大家呢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来提问一下，我个人呢现在来做一下答。好，那这里我看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刚刚啊有一位朋友然后提到讲说我是不是看空澳股啊？那说实话，因为我认为在大选之前美股是有波动的嘛，所以呢我认为我们接下来我们澳股是会有波动的。但是底下我们往下看，因为我看到我们澳股今天是收在了5900点以上，然后6000点以下嘛，那5900点往下看的话，5900点、5800点，甚至比较悲观一点的看法，澳洲的大盘有机会走到5600点，好吧？那如果说是真的是5600点的话，我个人会选择一个冲进去买仓，怎么说，以一个比较大的仓位进行一个加仓股票的操作来的，好吧？那这个呢是刚刚就是这位朋友然后问我的一个判断。我个人现在我再说多一句，我个人呢是有在本周的时候有开5张澳洲200的空单，对吧？因为刚刚应该是在这个开课之前呢，我个人呢应该是看到有一点点亏损的。我除了有这个澳元的仓位，我还有这个澳洲指数的一个空单。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了解我的朋友，就是听过我网课的朋友有讲说，我这个我之前的未来汽车嘛，未来汽车我有杀进去，我有大概实现一个5000左右的利润，所以呢我这一次我是有拿出5000块钱来去做这样的一个看空欧元跟看空澳指这样的一个短期的操作。那看空澳指啊，大家可以通过，如果说我手上有一堆澳股怎么办，对吧？大家实际上是可以通过然后做空，对吧？做空澳指进行一个
小的一个对冲，这样子呢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个损失吧。而且呢这个也是一个最小的最简单的一个对冲方式嘛，好吧。好，那这边呢有一位朋友就讲说，美元指数现在反弹是暂时的嘛，六个月到一年的走势是会怎么样。那实际上关于美元呢，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应该也有讲过，美元指数呢实际上是跟欧元对美元这样的一个货币对吧，是密切相关的。那从三月底开始全球股市见底对吧，全球股市见底，然后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得到了一个舒缓，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美联储进行了一个无限兜底嘛，对吧，无限开火，不惜一切火力进行注入一个流动性，所以呢美元开始回调对吧，从103美元指数从103然后一直走到了上周的92左右。我个人呢是认为，如果假设美元的一个大熊市真的是到来的话，美元是会跌，但美元现在的这个跌势啊是有点太猛了，我不认为美元会继续往下跌呀、啊、所以呢我是有去在这个1.184附近 1.185 附近我呢是有去开一点欧元的空仓来的。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有机会回到94 96甚至98呀，好吧。那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刚刚这边呢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啊就讲说这个APT 跟这个 ZIP 对吧，那实际上关于这个移动支付的板块呢，实际上我今天是有准备内容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刚开始讲的有点太投入了，所以就疏忽了这个板块啊。那实际上应该是上周吧，上周还是上上周的时候，然后我这边呢有开始站出来，通过这个广播对吧，通过微信号有表达我个人对于这个先买后付的这个板块的一点担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PayPal 是有加入到这个 BNPL 这个战局来的。因为 PayPal 它呢这个市值，无论是从市值还是资金呢、啊、还是这个客户占有量，它是一个庞然大物来的。我觉得以它的这个体量啊，如果说是来进行一个角逐啊，对于我们移动支付板块里面的任何公司啊，都是一个不利的消息来的。那所以呢我们看到 APT 对吧，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冲到了这个98，然后之后呢就是一路回调啊。那另外一个消息，还有就是说这个消息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那这个呢就也算是来参加我 Allen 网课对吧，我抛出来的一个彩蛋。那他呢就是说是我们的四大银行的 CBA 银行的四大银行的老大哥呀，实际上 CBA 呢他也已经杀进到这个先买后付当中来的，他呢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啊。那 CBA 呢是入股到一家名为Klarna 的欧洲支付公司来的，大家可以去 CBA 银行的官网啊，大家可以注意到 Klarna 的一个广告，跟如果大家谷歌搜索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看到 Klarna 它的一个怎么说一个页面吧。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四大银行当中的大哥呢已经加入到战局当中来了。那接下来对吧，像另外三大银行，我估计他们也将会陆陆续续加入到其中。所以讲说啊，这个先买后付板块啊，它的一个竞争啊是比较惨烈的。那我觉得就是像这个板块的话对吧，如果说大家有这个 APT 或者大家有这个 ZEP， 如果大家在观望的朋友，我个人一个建议不要再杀进去了。那如果有的朋友大家可以适量的进行一个减仓对吧，是您一个减仓。而且呢如果说大家还在关注这个 SPT 或者是说是更小一点的这个在讲故事的这种公司啊，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大家一定要稍微谨慎一点好吧，稍微谨慎一点。这个战局的这个白刃战呢已经来了，
之前野蛮生长，像讲故事，对吧？不用有这个实际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啊是已经结束了。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我看一下朋友们的观点。好，那这边呢，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个 NCM 啊，问到这个 NCM 怎么样？那实际上 NCM 我在做过两次减仓之后，我现在还是有这个 NCM 的。那我刚刚也有讲说，黄金的基本面在我 Allen 看来呀是没有变的。那黄金现货想要去抄底黄金现货的朋友啊，我个人是几个谨慎的态度。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大家要做好稍微，大家用一个比较小的仓位，对吧？大家用一个比较小的仓位。然后悄悄的建仓，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风险。那紧盯黄金股的朋友们呢，不是紧盯黄金股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现在我个人认为啊，可以适量的进行一个黄金股的一个建仓操作，好吧？那如果已经有这个黄金股的朋友，现在呢出现一定的这个亏损的朋友，大家呢不要慌。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呢，因为我剩下的 NCM 我是不要去卖的，而且我到现在为止我是非常坚决，我不会去卖的。那我之前为什么进行这两笔减仓的动作呢？我是为了拿出一定的资金来，对吧？然后继续做一些其他产品的一些操作。我是呢，就是说是先把之前的利润，对吧？然后装进口袋里。黄金的观点是没有变的，因此呢，我们黄金股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需要的一点是耐心跟一点信心，好吧？好，那刚刚这位朋友就问到这个银行未来2到3年的营运能力，我是怎么看的？那经济复苏是会带来信贷扩张的需求企稳，或者是增加银行业的收入吗？那实际上这位朋友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啊，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我呢刚刚就是在这个网课当中，我有丢出一组数据来，对吧？那从现在开始吧，接下来的这个3个月到6个月，对吧？那在这个3月份选择去延后支付贷款的这帮朋友们，他们呢是陆陆续续已经到了一个银行对他们进行一个重新审核的阶段，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不表达我特别悲观的一个看法了，我表达说接下来这段时间将会非常的值得关注，对吧？用老外那句话就非常的 interesting。那我刚刚有讲说，我们整个澳大利亚当中，对吧？它的一个房贷的一个信贷规模，这跟整个贷款业务的一个信贷规模啊，我个人我实际上在五月的时候，我有站出来讲说，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这个机会跟这个机遇啊，不是说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东西够便宜，对吧？或者觉得它要涨。对吧？然后我们呢就要一直在那儿盯着，不是这样子的。我个人一直是认为，疫情是一个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个外力吧。它呢是触发多米诺骨牌，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由于疫情引导，对吧？经济衰退也好，或者经济萎缩也好，或者经济下降也好，一堆一堆的接连的这些效应啊，将会陆陆续续的展现开来呀。所以我讲说嘛，是一场大的危机，但是呢，危机当中啊，绝对是有很多机会的。银行将会这一段时间，不管是违约，对吧？还是说是因为经济不好，还是说怎么样也好，银行的这个营运能力，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是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的，是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的。那这些银行啊，如果说大家现在去买入银行股的话，可以说是哎，对吧？保值。可以说是比较保值，那再有就是呢，这些银行它的派息，对吧？到现在来看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派息可能会面临一个挑战。如果大家要选择银行股的话，CBA 仍然会是我 Allen 的一个首选。那我现在继续往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现在再挑2个问题吧。哦，这位朋友。
给我推刚刚说的这个建材股 WGN 呢、啊？不好意思啊，这个股票我现在呢还是没有关注的，实在不好意思。那我现在继续往下。哦 ，S32 我最近也没有关注，实在不好意思。我会然后做一下研究啊，大家可以就是加一下我的联系方式，我做到之后啊，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再跟我进行一个讨论。是 BLD， 第一个是 Before Bob。好，那这位朋友就是又问到这个 KGN 的这个股票，那这个股票呢，实际上我有盯了一段时间来的。那关于 KGN 呢，我这边有两个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有表达过，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是没有站稳的迹象的。我个人认为它可能还会调整，那因为美股这个的调整啊，我个人认为 KGN 呢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那第二个观念就是我认为 KGN 呢因为疫情对吧，澳大利亚这些电商的风口啊已经来临了，所以 KGN 这个公司我 Allen 是有在我 Allen 的一个 watch list 的上边的，我个人会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我会选择进仓的。这个股票到现在为止啊，我认为它的基本面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英镑对日元，这位朋友提说英镑对日元，因为我很少关注这个交叉货币啊，所以不好意思啊，我继续往下看，我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吧。哦，刚刚这位朋友又讲说啊，有讲说这个澳元呢、啊，因为我个人对于澳元的一个态度说，如果澳元对美元升到 0.72 以上，它的这个走势啊是会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走势，因为 0.72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关嘛。那如果是我的话，那现在澳元对这个美元吧，我个人可能会选择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适时的进行一个减仓啊。因为我刚刚有讲说我自己本人呢有在上周的时候冲进来去做空欧元对美元啊，我爱人可能是错的。那因为你这个朋友，因为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仓位比较大对吧，那我希望我爱人的判断是错的，那希望这位朋友的判断是对的。那还有这个黄金呢、啊、黄金这个1970买涨这个价位呢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价位啊，那这位朋友呢可以就是怎么说密切关注一下了，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适时进行一个减仓，或者是呢就追加一定的资金确保一定的安全。因为关于黄金的基本面我认为是没有变的，但是黄金我个人是认为是有机会破一次1900的吧。那但是呢我本人是会选择去抄底这个现货黄金，我刚刚有说我是会在1900以下。那如果这位朋友有黄金的朋友，因为黄金我们的价位是比较大的嘛，大家您呢就是可以，我个人这个建议可以选择就是在适时的价格对吧，然后选择卖空，然后进行一个锁仓的操作，或者是呢然后进行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卖空仓位，这样子呢我们的这个暴露在外面的仓位呢，净仓位就没有那么大，这样子呢也方便我们控制一下我们的风险，好吗？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今天所有的内容了。那我呢，我是 Go Market 的小学生 Allen， 那希望呢大家就是前来参加我网课的朋友们，在听过周六对吧，吴博士，然后跟我们青年才俊 Jackie 的网课。在周一呢听过我们著名专业的讲师的讲课之后啊，在周二来参加我本人的一个讲课，希望我本人做的这些内容跟讲到的这些对于市场的理解吧，希望没有让大家失望。那再次感谢大家了，谢谢大家，那大家晚安。